哎，冰雪上啥？你这小蛋，你给我吐死你！你怕？我这张兵，你若是怕歹去，我看你是要安怎叫白英交代。 为非三种，竟然对我做出这么可恶的代志！我今晚就要去报警，把恁两个抓起来，让恁一个人在内底好好反省。想要报警？ 走来走去，真都走来遮。恁两个，拄只互我拍到迷迷毛毛，还阁唔惊？是想要搁我来一届是毋？那是你偷袭啊！无可能有第二届啊！搁再讲，你啥物拢知影？我哪有可能放你离开啊？江超强，虽然你嘛规个心拢伫咧白银遐，啊，毋过你应该真清楚。 你甲晴天拢阿叫我一声小阿姨，咱是有血缘关系。若是你骗阿哥阿哥晴天知影，你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，你是要安怎面对因啊？那是你的冤枉啊！莫牵扯到阮阿妈阁晴天哦。你今摆安尼见笑当生气，就表示讲你阿哥真要去阿哥阿哥晴天的感受。安尼你听我的口供，你今摆回头阿哥会负？我无法度回头啊！ 只要你愿意回心转意，你的部分我会当看在阿哥的份上，莫甲你计较。哪能赢呢？你敢有可能放伊煞？小雅，伤害之人是同罪呢，我控制。你给我点去，我无可能发袂赢呢。你讲了无唔对，我确实得人真情，所以我对你动手，拜托你，乖乖配合我。 无人会受到伤害，好无？我做袂到，白莹莹，伊一直咧伤害我，伊想要毁掉我的人生，跟我上爱的人诶。伊若是无受到一寡假事，伊是毋知影回头诶。我一定要让伊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假使讲你真是亲像你讲的遮尔大良亲情，你着看伫咧这个份上，莫阁为难我。往这个地步。 你根本用真情甲我拔掉，我毋是要用真情甲你拔掉，我只是无希望讲你错再错啊！我跟你讲过，我无法度回头啊！所以小阿姨，你想要创啥？你莫过来啊！你莫过来！我超想，你想要创啥？你莫过来啊！ 小雅，你想要伊上落去啊？才叫你要管了，上落去是袂我的啊！啊，毋去找啊，绝对袂互伊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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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的意思，真正要去到这个所。 我会掉头麦，加油啊，小爱！希望你麦阁有代志啊！是嘞啦，小爱。 拢是我害你变甲安尼，希望你会当顺利度过这关，恢复你应该有的人生。我刚才我真好疼吗？凯虹，我会去救凯虹。 你还坚持落去，凯虹！我拜托你，你快去自首，你不要让你放弃。凯虹，你敢是跟我对我开枪？ 你快去自首，救命！凯虹，你是谁啊？凯虹，你紧自首！凯虹，小阿姨，伊是不是已经无救啊？是嘞啦，是嘞啦！凯虹就坚强，伊袂安尼就离开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我一定想办法。林子桐。 哎，阿亮，小亮，我去病房拢找过啊，拢无看到人啊。你想来跋啦？那就无去啊。你的受伤，哪有可能走去啊？不管哪是死死哦，拢会找到人继续找啦。好，讲什么找啥？你是找死哦。爸，阿你哪来遮？你厝底啊，伫外口买买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 我若无亲亲出卖来抓你，感觉看到你，甲感觉，还佮怀疑集团拢牵拖入去，才替你处理事实。我知影我是怎么了做做代志，啊，毋过我做事呢，我一定处理啦。你是要安怎处理啊？你甲白银外面的代志尊重煞，即马闹出人命来啊，那罗家人。 对你去医生啊，连警方拢差上门来啊，又搁感觉这件代志无严重，我就是头拢已经说落啊，差点么就要成功，我原因即马就放弃啊，伊人一定伫咧附近啊，我一定要找到伊，伊个名字会当活倒转来。你家己啊自身难保啊，搁想着别人，真正砍头毛，毋知影死活。
卖人家跟阿罗说这样贼，去买了回来，人会找到，我昨天就回去。阿你卖怪我对你无客气啊！海神，阿勇，你上好是听总裁话，乖乖回去。你不是甲伊卖啊？为什么要听伊话？我不是针对你哦，也不过你做的代志已经危害到江家，也搁公司的名声，我都袂当计点点啊！我做的是我认为对的代志，是我所爱的，我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。我嘛同款，为了环宇集团的名声甲未来，我也不择手段。你上好是听话，别家己吐袂听。啊，我听你的话应该，我跟他一个条件。哥。老少，是。爸，拜托。爸，爸。子桐，子桐，林子桐，廖凯。弟弟，江超强，子桐。长官，是安怎？我拄只想要看江超强人就伫遐。你感觉定是江超强？我只有看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敢若就是，也毋过凯宏就是对伊对到遮附近来的，那安尼真有可能就是。我着准讲真正是伊啊！伊即摆嘛走去觅起来，伊无可能戆戆开片啊等你去领。是啦。这附近的拢找过啊，一点仔线索拢无，就参像恁爸讲的同款，伊一定甲现场清理过，已经离开啊。即马时间无早，食要食乌，咱也找无啥，先等下叫拍算。阿强，卖阁想要逃走啦！这就是你的命。你本来有机会离开，拢是为着迄个白金银，浪费你的时间。爱怪都爱怪你家己啦。哼哼，况且你啊，拢是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对不？我今日是无法度走，只要恁答应我，会当完成我最后的心愿，卡说会当完成。我拢随在你，你也是无放弃，要去白莹莹哦。起码郑清波，还有万金运营瓜啦，还有相信王运金啊。只要明仔载莹出现时阵，王运金叫人去把莹救出来，可以让顺利出国。我若确定莹安全，我就袂反抗。你们安怎拢随在你，要抬啥喏拢会用的。阿伯。你不要乱来哦！我即马就甲我家己结束。你嘛免想要专心啊！玉石俱焚，大家都免话。你嘛回来哦，出来 ，OK。来变人，先我从我家己警告，做人留一块余地。你要利用我，至少给我一块好处。我甲甘愿，你嘛较好处理。假使你无愿意哦，大家都会死啊！大舅，你敢有想过，咱总裁？利用你转身了后，咪当帮助警方，把白衣人骗到转来台湾。所以不管你安怎做，都是白了工的，无义气啊！那时阵我嘛无法度管，敢讲你给我心甘情愿，家己欠家己的机会拢无法给我，一点好心都无。